是咱们东方艺术团的董事长倪珊珊女士对我的邀请，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欢聚一堂，让我有机会和咱们东方艺术团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把对艺术的赞美，对春天的礼赞一起奉献给大家。下面我将为大家演唱一首《我的中华妈妈》，这是一首歌颂祖国的歌，也表达了我们海外赤子对祖国的美好祝愿。这是由作曲家李杰先生特别为我写的一首歌，那么他也荣获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一年的 MTV 的最佳的 MTV 奖。下面请你们欣赏这首《我的中华妈妈》，谢谢。